这个脑子真的好漂亮啊。好，叫我们吃生腌海鲜。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的？最后的甜鲜，甜虾真的好嫩哦。来一双小鞋子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难嚼，干溜溜的。这个才是老婆酱。吃起来是软脆软脆的，先吃一只红毛虾吧。哇，这个脑子真的好漂亮啊，里面还有虾膏。哇，恨不得把每一点虾膏都吸干净。哇，里面那个虾膏真的很香，连虾肉这里都带着虾膏。再吃一只。你看这一只虾就没有虾膏了。这个是小青龙的虾线，含着芝花菜的感觉。哇，如果计划，那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甜虾寿司局啦。这个是红魔虾。哇，天哪，我这个脑子好完整啊。可惜这只没有虾膏。
红龙虾虾肉都是红色的。嗯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鱼子酱的上鱼花。平时要小小一个，两个一口都不过瘾。这个是自己做的红酒鹅肝。不过饮食十三条一起吃，这是榴莲肉尖尖，嗯，这个就不脏了吧。酱油花真的好好吃哦。开始吃鹅虾了。熬虾。没事，哈，眼睛见到了。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看过等于吃过，今天吃一个有趣的红油钵钵鸡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红油钵钵鸡，先来一串三文鱼面条。嗯，好香哦，非常抱歉香菇，我自己做的奇怪组合还蛮好吃的。这辣肠好油啊。
哇，好香啊，油油亮亮的，天哪，这个鸡腿提前制作的，骨头都很入味了。这地方是乌鸡吧，嗯，骨头没吃干净，备注一丝丝的肉很鲜甜，海螺肉脆脆的有韧性，这是螺肉，方便面 Q 弹爽滑，特别过程好吃。今天的火鸡真的很强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